怎么回事？我就是下去买包烟，门没有关，上来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。哎，你们几个来一下。 这几名女大学生全部是被同一个罪犯先奸后杀。罪犯是以招家教的名义，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，连续残害了5名大学生。给咱们说说伤。他身上一共有28处外伤，左小臂粉碎性骨折，右盆骨破裂，乳房和生殖器全部被利刃剜断。甭说。 你回头把图片和资料给我们准备一份。好。这是我在辖区里边看见的最残酷的案件。能不能给我们讲的详细一点？就是这样。我啊，就是下去买烟，以为很快就上来，没有关门。而下去的时候呢，又看了一会儿电视，上来。 他就是这样，我们都认识5年了，他怎么说走就走？ 别难过，你女朋友是平昌的吗？嗯，在哪儿工作？他在大成广告公司做广告创意。你知道？ 他在公司里有没有什么仇人啊什么的？没有，我们从来不谈他和单位的事。你是外地人？嗯，夏警官，你们过来一下。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啊。 师范学院后门家教市场应聘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！我想派人乔装改扮，装成大学生应聘，引罪犯上钩。嗯，也只有怎么办了。有人选吗？ 我去吧。你的意见呢？
何月能站起来，我当然高兴了。就我们刑警队来说，还没有一个从年龄气质上比他更合适的呢。好，那你们马上和师范大学联系。还有一条，注意保密。我感觉这个罪犯和学校内部人士有勾结。好了，这个不管。小警官、杨警官，你们要早日帮我抓到凶手啊！哎呀，放心吧，我们会的啊。行了，回去吧。想起什么事儿呢？马上给我们打电话啊！行了，回吧。哎，曾强，曾强，曾强，你把表掉门口了。哎，这不是我的表，我不戴表的。行，那行，没事了，啊，回吧。啊，再见啊。哎，明明。哎。有一道划痕，师范大学那边已经联系好了，随时可以去。好，马辉，嗯，继续值班留守。好嘞。何月，嗯，今天就住进指导，我和凤舞后边盯着。嗯，赶紧的，换衣服去啊，穿得像学生点啊。好，我平常就像个学生吧。走了。他平常穿的像学生吗？像啊，像艺术系的。艺术系。你好，我是何月。哦，你好，我是李小姿。早就听辅导员说了，说咱们班要来新同学，没想到是个美女。哎哎哎，我自己来。没事，我来吧。你才是个美女呢，我自己来吧。没事儿，没事，你坐这儿吧，我睡那儿。这是我的床。嗯，好。小姿，哪两个字啊？就是小姿情调的小姿呀。哎。你床上这些东西太可爱了，你看这只小毛驴。嗯，嘿，好，他们怎么不出去啊？凤舞，怎么了？还怎么一电话这样了？没事，真没事啊？啊，嗨，有什么呀？就是有什么呀，神神秘秘的。哎，老周牺牲的时候，什么惊险？老周啊，跟你一样，耳朵吗？耳朵？怎么了？哦，刚才电话谁打来的？没事，没事。